小客车路口处准备左转，却遇到刚好右转的白色轿车，两车当场对撞。没想到白色轿车驾驶倒车后，竟直接绕过银色车辆扬长而去，招逃行径让目击民众也傻眼。路巴库啊，都塞安那股一直路的啊，怎么让一个司机一边的门拍未开，才好对这边门出？我听到砰一声出来，一台已经跑走，可能是。比较外地的比较不知道，不然大部分都会等没车再转。车祸发生在云林西螺镇25号下午4点多平和路上，整个过程被PO上网。有网友表示，根据监视器影像，银色轿车准备左转驶入自强街，疑似还未过车道中心就提早左转，想要切西瓜，才酿这起对撞事故。为何是白车行驶肇逃？恐怕会有额外罚则。已掌握那一肇事的白色自强客车，积极查办并通知车主到案来说明。警方将依《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》对逃逸的车辆进行采访。警方表示，银色车辆切西瓜酿祸，会有车祸造责。反观白车驾驶肇事逃逸，恐被加罚新台币1000元至3000元，并且吊扣驾照。详细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三立新闻廖云德、王子瑜、谢云臻，云林采访报道。